什么情况？上台，我们不是找他，他绝对不告你。对吧？把他阻止了一个当天。然后呢？他现在又一个平台，他又要到我这来，居然到长乐派出所回来了。他又要取钱，取五万块钱。他讲，他要汇五万块钱过去，对方就什么给他现金。他讲了嘛，你看。那一个什么叫信用五三，我投错了，我投到那信用去了，我投错了，是我投错了。现在就是拿五万块钱充进去后，然后就可以提现了，就这样。现在这上面有两万六千块钱的话了，都不想嘛，就是把充进去后，然后提出来了。